在这边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，我很快就要推出微乳绿茶加赖点，还可以打87折。今晚我想来点微乳加赖。蔡维如忠诚一地盘抢王思佳，死亡芭比粉荧光笔被吐热。都知道王思佳什么都不会，只会炫富嘛，买一堆包包，买一堆鞋子。王思佳前阵子因为接连爆出假包风波，人设翻车，其中最经典的就是香奈儿包的 Coco 变成了 Coco。请你不要到处 Coco， 找到需要 Coco。战力极强的王思佳甩开争议重出江湖，在全明星辩论会担任飞行评审，争议也在线收看他的表演，开唱干脆找我上节目好了，我一个人可以占你们全场。这引来王思佳的宿敌赖维如参战，我倒是觉得寇姐的笑话一流，因为她把自己活成中港台笑话了。维如加赖路过，在这边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，我很快就要推出维如绿茶加赖点，还可以打87折。整天上网炮轰绿茶婊嘛，对不对？嗯哼，很厉害，那个用字遣词非常非常的精准，你是在抄袭当年骂你的话吗？平常都说自己很时尚，但其实你的时尚很单一，不是满满的 logo 就只有粉红色。By the way， 穿得很像荧光棒，这个颜色叫做 TMD 王美色，王美色。搭上我的黑发就叫做 Blackpink。都说了来者是客，对于杀到自己地盘留言的赖维如诚意回应，一起来开香槟啦。赖维如也说，大家理性饮酒，改喝绿茶，这样才能好好上课。死亡芭比粉荧光笔我准备好了，巷口全科班联名准备要推出荧光笔，我们要推死亡芭比粉，我们要推亚洲空干黄圣级白，我们也考虑要凤梨黄。有人问我说，报名三金老师巷口全科班有没有送 Chanel 的书包，班长统计一下看谁要买。其实呢，王思佳跟赖维如过去是好妈吉来着，2012年他们在节目麻辣天后宫真心话大考验单元，赖维如坦诚瞒着王思佳和王思佳的前男友见面出去玩，双方就此撕破脸，多次隔空对呛。我不想再背这个黑锅了，我就把那个讯息给他看，讲他坏话的是谁，就是跟他出游的那个男的，然后他就这样，然后就这样开始，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讲哦，脸色铁青，传简讯，照理讲，这个剧情应该是想他跟这男的闹翻，因为找到真正的凶手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一个月后，他已经完了，完回来之后跟我上节目怎么样？坐在我的隔壁分享他的 X 型战利品啊 ，GTB Green Tea 必取，俗称绿茶。平常其实我也会喝绿茶，但是因为我觉得现在比较敏感，我还是喝杯红茶好。我不知道，就是从哪一天开始，就一直觉得我在抢他男朋友。重点是，像那个男生呢，我的朋友也跟他在一起过，所以我的朋友等于是其实才是真正的表姐，表姐都没有说什么了。表妹在说什么？我竟然被插得不够深吗？10年了，你觉得呢？